自己27岁，然后父母亲50几岁，这10年还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我觉得是未来用任何钱都买不到的，因为等你的家人朋友，我真的、啊、我说哎、欸、老爸，你看这十年，你看我可以跟你一起创业，还可以一起打拼，你不觉得很棒吗？其实我觉得他 OS 是说我已经很忙了，已经想退休，你还找我玩。不过他因为我觉得他很年轻，然后我就想说我们就一起来做你的事业也好，我的事业也好，就大家一起来，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因为你很难得有机会跟父亲或母亲可以一起做一个一样的，做成同事，你知道吗？所以找了一些朋友，这件事情很非常的重要。找了一些很傻的朋友，是之前从大学开始一直认识的朋友，我们办了非常多营队，去国小办营队，去八八水灾办营队，在大学办校园会什么的。这群朋友就很多是连课外活动，对，非常精彩。然后可是这群朋友就当时做一个讨论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做一个创业？那做什么呢？就是把老家这个空间整理好。但是因为老家它里面除了在做社区的一些部分的营造、艺文的资讯的展览跟推广之外，它还多了一个餐饮。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过去我们大部分是在做文字啊，或者创意的发想者，不是在去做服务业，制造对，那其实是不同的思维，因为有些时候是天马行空，你就写剧本啊，人家去落实。可是当你要去做一个 scone 啊，一个 brownie， 或是做一杯，你要真的是无中生有，对，做一杯茶，你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出来的食物不好吃，这是真的，真的发生这样子，真的。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的咖啡是非常苦的，真的不错。对，然后第一次不太熟的朋友，你泡出来咖啡其实不会很好喝的，你知道吗？就是其实还是有差，就干脆催吐。所以其实透过做食物，其实这件事情是整个团队是重新去认真的生活。我觉得过去大部分在外面就是哇什么活动去参加，然后办很多活动，大家就很开心很嗨很好，然后开始说我以后要做什么，然后干嘛。可是有时候会流于没有很踏实的去生活。可是回到这个空间以后，团队开始去想盘子、叉子，然后原物料，然后甚至是客人会有一些反应，然后他外场就是你会跟客人互动嘛。他有时候他客人心情不好，你不能跟他心情不好，你应该让他心情好。Anyway， 很多东西，所以慢慢就会活得很实际、很扎实的那个很真实的生活的场景。回来这边以后，发现哇，原来这么多东西跟想象的不同，挺吃力的。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你永远遇到都是没办法正确解决的事情，他只有给你一个提醒，在未来你有机会去预防。或是有机会去改变你的模式，所以我们每一次讨论不在于只是把这件事情解决完，会更多的讨论是说如何改变现有的模式，然后去让这些问题不要去产生。比如像你光要收钱这件事情，收费，你是在结账以前，就是他点完单以后就要付钱呢，还是享用完这些食品以后再付钱？这其实是不同的店有不同的做法，甚至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时段，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讨论，一个思考。可是如何用最适合这个空间的方式去给这一群朋友，其实我们在追的。每一次的讨论都是让这个团队更了解彼此，因为人都在变，因为今天忙完他很累，或是他明天什么状况，他永远是在变的。可是这每一次的讨论应该是让大家更了解当下，因为人一直在变，所以团队为何要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在时段内去做对话这件事情，是因为要了解这个人他当下的想法跟心情。所以我觉得讨论的意义在此，一个团队要去讨论也不在于要只是要解决问题而已，而是让大家明白哦，对，原来你现在这么想，这个你跟你过去不同，可是过了几天他可能又会有新的想法。所以团队讨论的意义是去透过讨论去得到团队最新的想法跟最新的可以做的这些事情。我们非常爱吵架，
么都是一些小事，也不是小事，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沟通。对，因为你希望不断的更好，所以我们一天到二十小时，只要见面，第二句话就是吵架。是吵架吗？不会，因为就事论事，不对人，就是下一秒转过去就是，哎呦，还是很好。所谓的教育呢，其实就是把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认识，把该知道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认识。也不是说我教你，因为我比你厉害。No， 它是一个分享，然后是一个共同学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谈的教育，不是说我已经知道了很多，然后我很会讲，不是，是不断的分享。像阿丽啊，或是婷硕他们来是不断的分享，我觉得这才是所谓的教育的那个价值。面对不同的来看内容的人，你用不同的适合他的方式分享给他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尊重，他不会觉得哇，我来到艺廊好像看不懂就不懂，对，其实是很自由的。我觉得这个教育的过程回到商业来看很明显。怎么说呢？什么叫做把教育这件事情从商业来看？举个例子好了，你让这一个朋友他来这个空间看画。你就是一个，只是一个，所以这是为何老家我们要弄成一个复合型的空间。你本来这个空间只是一个专业的艺廊，因为你定位你是在艺廊上面，所以你能够吸引的人，无非就是已经是有一群的，会是已经有一部分的人了。对，那你当然要让另外一部分的人来这个空间，它的频率，第一次来到第二次要再回来的机会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对，可是今天老家多了一个咖啡厅。为何？是因为把这个空间不只是客厅，把它变成了一个多了一个厨房，甚至有机会二楼的空间是提供一些背包客去做一个房间。所以当这个家不再只是一个店面的时候，那它的功能也不用说到很庞大，可是它稍微玩立体一点的时候，它进来这个空间不会只有单一的原因，所以它可以是来朋友喝茶、喝咖啡。甚至是来这边办读书会，甚至他是来这边只是看展览，也 OK。所以当这个氛围跟环境已经是进来的门槛不再这么狭隘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进来了。当老家被越来越多朋友认识的时候，甚至有些朋友会说要包游览车来。对老家而言，他完全没有目标的设定，他回到最现实的进场低消。这个月的营业额，我一点都没有要做大善人，或是要做什么社区营造的青年推手，那些对我来讲都不应当是讨论的。因为当你去讨论这些东西去做的时候，其实太多的设定目标也狭隘了自己。可是你应该回到你的事业本业上，你就是一个咖啡店的员工，你就是要把这杯咖啡泡好，然后客人进来的规则就是低消。你不需要把自己的空间或自己在做的事情变得很完美，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这个表演者他很认真，身为一个好的表演者，一个人他也唱，100个人他也唱，他不会因为只有一个人他唱不好，他不会因为有10000人他唱的比所有之前都好。所以我们在办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内容基本上都没有去设定目标。因为所谓的没有设定目标是没有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价格，说什么样的人数，对，因为我们不太关心这些，那些是别人关心的，他们会很好奇，哇，你们这次多少啊，怎么样啊？对，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能不能真的把这些好的创作者、好的展览的价值真实的去呈现。纵使只有一个人，那也是应当去做的。所以我跟我们的整个团队有提出一个 很有趣的 idea， 这是最后面可以分享的。是，那个 idea 就是老家对这个空间，对这个团队的人来讲是一个学习的教室。那人总会毕业，所以这一个团队他也终会离开老家。这个 idea 是我提出来的。所以老家的虽然他才刚开业第三四个月，
可是我有跟团队提出一个想法，也希望在未来能够落实，也就是说这里的工作人员在一定的时间跟一定的年纪内，他应当要做一个改变。可是这个就像办营队，一届又一届，可能在老家空间里面，你最久的时间就是以五年一个 team。那在这五年的时间内，你除了要向和上一届学习之外，你还要有自己的拥有自己这一届的所谓的特色或是专业，再来你还要准备去分享给下一届的工作人员。虽然它是一间很小的咖啡厅，可是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落实的话，我觉得它会是一个 model， 它可以让其他的企业或者是其他的青年的创业的团队，甚至有机会去讨论到社会企业的概念，因为你有机会去做传承，然后去做一个教育，你就不会只是停滞不前，你不会不学习。你为了要去让我只有五年，所以为何要设定这个终点？是因为我仅存的时间之内，我必须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的人之外，还能够教育别人的人。